好，那额头你再来稍微两袋儿。你素颜真的还好看。谢谢导演。谢谢。我在镜头里感觉脸很大很肿，但是我现实生活中并不。很奇怪，很奇怪。郭晶不仅笨，还是个瞎子，怎么都看不出来你是个女的。好，感觉咱俩还是情侣装的，你看这颜色还挺配。是不是啊？都是这种咖色。走戏，我们走一下，走一下，走一下啊！拿来，小二，算了吧。只有馒头啊？啊，不是，要不也一起吃也行。喂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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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导演，导演。倔强。再加一点，谢谢。丢丢吧。我也觉得。是吧？嗯，加吧。来，化妆老师。刚刚我就说再加一点。化妆。还要再加一点。丢丢吧。再脏一点。好。额头上再来一点。好。加加。在这儿。你要帮我，真的是狠一点，别那么柔，好吧？稍微狠一点对我。对。好，你看看，来来来。来你那个头发是这样的吗？可以高一点点啊，可以了。好嘞。这个貂裘是我娘亲手给我缝的，送给你，来穿上。这下相信我了吧？然后你感动在这边，有感动啊，然后回来再说。从来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突然间，哎，不能让他看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转情绪啊。傻哥哥，明天你去湖边等我。OK， 就这个位置这个细微的东西，其他是 OK 的。其实尔导给我的那些对话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导演他说任何的话，永远都不会害你，一定是对你好。那这些演员这个剧本是如此之好，而你就是做好你该做的，演好每一个戏。我不想让他们失望。就是我金哥哥，金哥哥，然后我下来说你过来呀。你很像我一个朋友。然后我就走了。蓉儿，你听我说。他演过吗？你看他那可爱的人是怎么演？参考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们模仿，好吧？好，会留意一下。好，有用就参考。我真的特别感谢你，真的特别感谢，谢谢导演。我每次遇到一个我比较欣赏的人，我真的两眼都会冒星星，我就会一直盯着他。这些演员是这么的优秀，所以我非常开心和幸运。拍戏，演员拍戏哭很难的。我拍这场戏的时候，我说导演，待会儿我跟吴彦祖两个要哭，我说能不能三部机器我们哭一次？你放心，我会。我整天呢，喂，你要培养那个情绪，整天所有人在现场开玩笑，你要整天就这样，人在旁边呢、啊，怎么？好，我们拍了，柔兰开机。啊，哭得死去活来那种吗？几时应该流眼泪，几时不应该流眼泪？你想点啊？点啊？看。哇，我觉得很开心，我跟吴彦祖两个都握手了，完了，看 ，OK， 机器摆那边，再来，机器摆那边，就是再来一遍不？他刚刚没听懂我说什么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哎，那些人又来了，我又在那边，好，再拍 ，Action， 由头做到尾啊，啊，看，好，
谢谢，我们把调过来。哇，那一刹那我气得我啊哭不出来，后来我跟他讲我真的哭不出来，你哭累哭皮了，嗯，连着哭也哭不动，哭戏非常难。刚才前面他还没哭出来，到了后面你酝酿你哭出来了，我看得出来。其实他们都不好意思说，你知道吧？其实有个事情呢，今天其实佘诗曼也知道，残雪也知道，其实他们一起其实是在横店拍一个戏，那个公司就快完了都拍的，然后突然间就差这个后期才两三百万就，所以哇，你这个两三百不是不是，我是一决定支持嘛，所以韩雪也先抽五十万，我也抽五十万。那啊，佘诗曼，你考虑好了吗？五十是吧？但两百万其实不够，没关系，我们到时候再找人再抽个一百。嗯，就其实就问一问，就他们的戏嘛，你们的戏对，就已经拍完了。对，就是后期没有做完。现在很多东西你一旦你往后一 delay 了以后，所有的费用就会加嘛，所以原本的那预算就不够了嘛。你们差一百，那一百我给吧。快点，谢谢。哦，原来这个饭局是如此的。大哥，你看很单纯，你看他是吧？我那戏都马上，那我跟你说，刚刚我跟韩雪说。然后后来关老师一打眼色知道，其实他们都不知道的啊，是即兴的啊，反应都非常快。你呢有一点扎点笑出来啊，我都开发你们知道吗？反应都很好。哦，原来你们是临场的。谁是反应王，在这儿等着呢？你知道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不知道，那不知道 OK 啊，不是做局，不做局就 OK。我们都在看尔导怎么出第一张牌，赶紧跟着反应。看到吗？都 OK 反应。你这样子，那玩意儿，你看啊，你先从第一步教你啊，弹簧啊，三步太快了，戏没有了，姿势还能更快啊，啊，就这个就直接放好，就一二三，咔咔咔，一啪就好了，哦，来试一下呢，我试一下，听清楚了，一。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捡起来再来。你快点，快点，快这么快啊！